结果画一画，我的脖子好痒啊！有虫，白痴哦！有虫在我脖子上爬。不是，不过好，怎么那么难画？哎，画画真的那么难哦？我可惜就是我不能开台画画。我感觉我画猜才能欺负你们欸，我觉得健身后的右手开始有点没什么力气，你知道吗？我健身之后右手力道越来越弱了，所以如果看到那个床杖啊那种，就好像打到后面有点无力，那要体谅一下我嘿，人老了。手使不出力了。我的笔 ，my pen。好啦，想不到了。感觉用丢丢。欸，我弟耶。嗨，老弟。哈哈。你怎么会看成猫啊？那个就汤姆猫有没有？汤姆猫就是那样啊。好啦，看来大家。大家等级都差不多，我欣慰了一点。刚刚我弟跑来看直播，哇，吓死我了！不行，我要给这个有阴影。果然这题大家都很不会。感谢分享，感谢来看台，多谢多谢，感谢你们。你好，哎咻。好了，我现在要抬头挺胸了。我刚刚在驼背啊，很难呐、啊，保龄球超难呢、欸。有没有想要血池啊？有没有谁要上诉啊？我们再一场啊。有没有要上诉的啊？要的话，在聊天室打个来啊！咻咻！好，没有人要打来，那我换别的。林克的头那也很难吧？克林的头啊，不是林克啊。哎呀，这场再一场，我们就换别的游戏玩。因为其实很早以前就有跟我，哇哦，素伟，
什么树可以画？我记得，哎呀，我好久没画树了哦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哎，现在就是老人家在画树哦。看到没有，我的画面就是这么抖。我戒不掉咖啡，我还要咖啡。树怎么画？就这样子画。你看，手这么抖，可以，你们一定行。来，画树就是这么简单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么简单，你只要会抖，你抖对地方，树就这样子完成了。来来来来。来教大家画树哦。画树之前，记得先去喝点咖啡哦。然后这是草，有没有？哒啦，树就这样完成了，真的啊！太音乐，你们有帮我分享，感谢你们。好，再来就是倒颜料了，倒颜料环节，哒啦，我不喜欢这颜色，这个，好，这个可以，然后继续抖起来，抖起来。我可以慢慢玩呢，我的天啊，太爽啦！我等下我又驼背了。FB 没抖内，那要之后，因为他说如果我通过的话，他会用，就是也类似小起点那种东西，他们会帮我用，所以前提是我要先通过啦，我没有过的话，都白谈。就是这么简单，树就这样完成啦。等下好抬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，好啦，也来不及了。抖邮局，我没有邮局，你抖我的那个啊？中国信托啊，这好猛哦，谁啊？哎，这好棒哦！他叫 OVC，看一下哦。跟你讲，这个绝对不会是我的观众，我的观众没这么会画的。Beautiful，对啊，超好看呢！完了，我输了，我输给他了，我要上诉。
欸，好美哦！糟糕了，糟糕了！这个记录档应该回去多翻几次，看他怎么画。然后他发现他输了，我都被灌票，有没有？欸，真的很强欸，我讲真的。就是火山爆发吧，跟我说。火，岩浆的颜色改成绿色而已吧。他应该不是观众啦。欸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他明明就画得很好。他明明就很好，我的天。哇，他第三名，哈哈，完蛋！对啊，你们良心嘞，那么漂亮的，我的天啊，可惜他遇到，他不是遇错对手，他是遇到了你们。他不是遇错对手，他是遇到了你们这群人。欸，出来哦，出来哦，我们换别的。对啊，刚刚白桦树超好看呢，我下次要这样画。我们来玩，不要我不玩躲猫猫，玩躲猫猫被你们够死了，我不玩。有什么可以多人啊？你说我做完过了，星际大战不行。来啊来来，这个，中安德，这个安德。哎，对，如果兔窝的有。人没有工会的话，可以跟我说一下，因为兔窝有个工会啊，他们偶尔都会玩啊，所以帮忙冲工会等级也可以。来，欸，我忘了是怎么玩，白色，等一下哦，我记得这是按右键跟按左键有分，然后还要按空白键多跳几下。对啊，人家一个明明就是天才型画家。却遇到你们这群人，看好，你们这群人都是杀人凶手，毁了一名优秀的会师。你没工会哦？哦，是丢脚下啦，白痴，想起来了。右键传送。哦，键方块，然后这个是枪。哎、欸！不，我的求生意志不，我哎呦，哪有这样的啦？我想说，我站在那个平台上，我要来看一下聊天室。哎，谁啊？谁垫我脚下啊？你也没工会，没有要。我们这边是优先录取那个啦，兔窝的啦。因为之前也是都兔窝玩在一起啊，所以才用这个东西。对啊。不是，我要看聊天室，我不能看脚下。聊天室很重要呢。我打烂游戏，不能打中文，好啊，都这样啊。好啦，出来啦。你最好你没工会吗？我怎么记得你有？离开！撞到我！对啊，我是刻意挑那种没有什么人在玩的啊，这样才好撞到啊！啊，这个又是什么游戏啊？混棍乱斗！我们来玩，还有什么没有玩呢？欸，那个嘞，那个叫什么？
建筑的是哪一个啊？不在这边对不对？哎、欸、阿贝，盖东西的不在这对不对？北七我不会讲话哦。等一下哦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哦，建筑大赛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这里。然后嘞，这有什么差啊 ？Solo， 哎，这有什么差、啊？哦 ，team 哦，那就这个啊，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一个人的，我、哦、看他被进去了，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人头上是金色黄金色钻石啊？那是什么啊？哦，新发言哦，白痴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刚刚看到有金色的钻石，好屌、哦！第三个时间比较少，没关系啊，第一个吧。哎、欸，突然我又觉得我不会盖东西了、欸。哎，我那天 building game 不是才讲说？我现在天赋都点在画画上面，我盖东西的能力已经失去了。嗨，嗨，你的手机被狗踩过好多次。我以前我第一个买的手机几年前啊，9年前了吧？哎、欸，不对，10年前被我家狗来当那个磨牙棒在那边咬、欸。哎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用英文？哎、欸，啊，都英文正常吗？我怎么记得之前？我怎么记得之前是中文？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每次都要先花个时间去找翻译，才能开始改。真的是，英文要学好啊！好装哦。好，啊，我不想盖、欸，有点太简单呢、欸，不怎么想盖、欸。你们会这样吗？我有时候遇到那种太简单的东西，我真的会不是很想盖，然后就会想乱盖它。不是说它简单不好盖，而是没有什么心情想去盖它。这几分钟，5分钟好。好像太大了。白痴，我想到了。展示狂，这个不就好了吗？啊，怎么那么简单啊？哇！可是这个版本没有那个钟啊！好啦，我输了，输了就算了啦，反正我不想盖，
吃了就算咯。兔兔，我要兔子，兔子，兔子。嗯哼哼，我想到这新大陆上面，我们一人各一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都朝这边看啊？干嘛？那时候新大陆上面一个雕像上面有我跟兔子。嗯嗯嗯。要的是铃铛哦，算了啦，没差，反正在场的都是兔窝的吧。哎、欸，他前面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 ROK？ 没差啦，我放弃了，我不是一个会盖东西的人了。可以看隔壁的哎、欸，我丧失了盖东西的。天赋，哎呦喂，隔壁有人盖钟哎！没关系啊，输了就算。白痴哦、喔！喵！啊，这就是我刚看的吧？哎、欸，不是。哦，这才是我刚看的啦。哎、欸，这学屁哦！啊，谢谢谢谢，好心虚哦。哇哦！哎，他不能用那个英文呐、啊，我 Google 到就是写中啊。哇哇，这个我给满分。虽然它物体没，这个有点悬空，有点不科学。嗯？这啥？保龄球？保龄球，我看出来了、欸。哦，铃铛，这可以。我每个几乎给啊，不行，这是阿杯的，不行，只能好。哎、欸，阿杯，你很会盖啊。好 GG 好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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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不太会盖东西了，好恐怖哦。
好，出去出去。哎呦，听到自己声音，吓死我！哎、欸，这延迟蛮低的耶。没有，因为有人跟我讲话。嗯，你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要玩啥呢？因为可能是最后一场了。什么啊？决斗类型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都变英文了啦？哎、欸，那都变英文，怎么会都变英文了咧？等一下、哦，我再听一下后台。看一下，关掉。